가능해진다는 느낌이에요. 잠깐, 많이 아픈가요? 20분이면 됩니다. 붓기 빠지는데 오래 걸릴까요? 붓기는 생기지도 않아요. 끝? 아이디 페이스핏 플러스 패치 앤 마이너스 밴드. 이거 하나만으로 이마는 볼록하게 무턱은 V라인으로 만들 수 있는 건가요? 아이고 의심도 많으셔라. 먼저 이 플러스 패치는 필러 주사제 성분이 집약적으로 들어있어서 즉각적으로 피부에 볼륨을 채워줘요. 요 두께 차이 보이세요? 이 흡수율만큼 볼륨이 업 된다는 얘기. 이마 팔자주름의 미세한 굴곡에도 밀착력이 이렇게 완벽한 건 진짜 수술 보형물 모양으로 만들었기 때문이에요. 그럼 요 이중턱은요? 이 마이너스 밴드는 이중턱을 압박시켜주는 디자인으로 윤곽 정리는 물론 피부 처짐 개선까지 미국 FDA 최초 승인을 받은 이중턱 주사제 성분이 함유되어 있어 불필요한 지방들을 모두 다 태워준다고요. 그러니까 20분만 편안하게 쉬다 가세요. 그럼 티 안 나게 관리하고 싶다면 아이디 페이스티 플러스 마이너스 팁. 여러분들은 집에 가서 관리하세요. 와우, 韩国的医美创举素颜塑形保养品今天限量发售哦！没错，荣获了三项专利，有的是呢饱满专利、刺激胶原新生、改善皱纹生成、再来有塑形专利、改善双下巴的问题，以及提拉专利，让肌肤啊更加的紧致。 是的，特殊的素脸管理啊，打破保养的既定印象啊！你看看我们的 Q 加水凝胶呢，可以帮助提升额头、眼角、卧蚕和法令纹的饱满度。然后呢，我们的 V 减素脸带呢，使得下巴更加紧致。没错没错，改善呢脸部的线条，重现立体的轮廓，无需服药，无需打针，更无需动刀呢。今天给你的超值套组就包括了我们的 Q 加水凝胶，有四套，加上我们的 V 减素脸带也有四片，独家赠送，还要再赠送给大家呢额外的 V 减的这个素脸带，你看价值呢也要八十八令吉八十现哦，市价哦，你看看是三百一十令吉，前售价是159令吉，今天马上可以省下181令吉83，独家售价在这里129令吉而已哦。 大家好，我是星星。哎，星星，你看啊，我们今天就是以一个非常特殊的形象来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介绍一下现在韩国呢当红的一个就是美容圣品啦。是的，你看我们脸上呢就贴着呢是什么？是来自呢 ID 的一个塑形面膜套组。你可以看到吗？不管呢我低头也好，转左转右。 哎，通通都不会滑掉，对不对？是的。这代表什么？这个我们叫做 Q 加的一个素脸水凝胶，再来呢，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 V 减的一个水凝胶，素脸带。是的，所以你看哦，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是紧紧实实这样子贴着我们的脸部的耶。是的，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说，现在呢韩国呢就是全世界啊美容的一个先驱。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无论说呢是要去整形啊，或者 说呢，应该是美容啊，就是一些很先进的一些产品呢，都是从韩国那边研发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带给大家一个，就是从韩国一个非常棒的，而且是非常知名的整形的诊所。他们研发出来的，让大家可以不用打针，可以不用吃药，也可以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很棒的一个提升你这个脸部的那个塑形的效果。没错，我们来看一下ID呢这个品牌。 在韩国其实从2004年就已经有了，哇，14年嘞，已经走过了14年的一个历史。那很多妞们呢，都是特别飞去韩国，为的就是什么？拜见我们 ID 的这些医生们，专业，让他们呢好好的来改造一下我们这些女人们，让女人们变得更加的漂亮之余，变得更加的有自信。可是当然，他们也会知道说，还是有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可是会有一些比较保守，好像我这样，我还是不敢动刀，还是不敢吃药等等的。 所以呢，他们也是有考虑到，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方面的顾虑，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研发了这一款呢，今天我们的素脸的面膜
就是套组啦。是的，再来就是哦，他们的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这个医院呢，可以算是在韩国啊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段。然后再来是真的吸引了好多，不管是明星也好，甚至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女生们，甚至是男生们，想要变漂亮、变得更加自信的话呢，都会来到 ID。是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套组是有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一个是加，一个是减。为什么说要加和减呢？因为你知道你脸上有些东西就是要加，然后有些东西就是要减，对不对？所以呢，要加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在我们的额头那边，要让它看得更加的饱满。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眼下的这个可能说有一些细纹啊，然后还有眼袋啊，这些呢，可能平时的时候大家都会听说，就是如果你要让它更加饱满的话，是不是就要用动针了？然后呢，把它这样子打进去。然后呢，因为你里面呢有一些很多的成分啊，就是可以让这个肌肤呢再生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啦，然后再提升一些它的肌肤的填充物啦。对，可是呢，很多人都不敢去尝试，对不对？就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可能会有副作用啊，是，而且打针好痛啊，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加，还有一个减。然后加呢，就是 Q 加的水。水凝胶呢最重要，大家可以看过来，你看哦，如果你是打一个就是我们说针啊 ，OK， 里面的那些所有的填充物，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就在这四瓶里面。然后最后的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玻尿酸啦，大家都会知道，如果打了玻尿酸之后呢，你知道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就是饱满的效果。但是今天呢，这四瓶所有的填充物都在我们的 Q 加水凝胶里面。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你看那四瓶的东西哦，全部东西都在这里耶，有没有看到小小的一片东西耶？对，这就是呢完完全全是100%的 hydrogel， 也就是说所有的成分哦，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 hydrogel 就在这里了。所有的成分哦，你看贴在这里之后呢，我们把它给拿起来，你可以发现到哇，它是呢怎样？非常 Q 的，你自己看一下，就是这样子 QQ 的一个感觉，对不对？那你试想想看，整个的这些成分啊，我们的填充物啊，所有的东西就在这里耶。我把它呢，如果贴在我的手上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是非常怎样，非常的贴合的，而且你看，哇，滑滑的一个感觉，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啊，贴久了之后呢，它会变成怎样？它会变成的越来越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个成分哦，都马上的这样咻一下就吸进去我们的这个。星星，你知道吗？这个水凝胶哦，就是最容易哦让皮肤吸收的一个就是说可能平时我们用面膜的话，它是用布嘛，是，它没有吸收的这么好。但是今天呢，水凝胶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让它呢可以让这些成分呢完全吸收到我们的肌肤里面上去。没错，再来的是呢，我们有说了嘛，你看有那么多的填充物，我们现在哦完全不用打针，不用动刀，我们直接这样子一贴上来，哎，就老老实实的就贴在呢我们的这个额头上面。你有没有看得到这个弧度？就是我们女生们梦寐以求想要额头饱满的一个弧度，真的，你知道吗？只要你额头饱满哦，这整个人看起来的一个精神啊是特别的爽快的，对不对？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额头的部分不要忘记，还有多这两个的一个 Q 加的水凝胶，这两个 Q 加水凝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鱼尾纹这里一直到我们的眼下的细纹，然后呢法令纹的部分你可以随着你自己的一个形状哦，你可以去转它，它360度哦都可以呢依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去贴。像是呢我今天如果贴了鱼尾纹的话呢，我过后两天我再贴一下我的法令纹，就是那个简单使用。其实我觉得最棒的东西是什么呢？最棒的东西就是这个呢真的是很针对性你的问题去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今天你觉得说，哎呀，我的这个眼下的这个眼袋真的是太够力了，所以你就像我这样子，每一天呢或者每一个星期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敷两次，20分钟之后呢，其实一个月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效果了，所以非常简单哦，这样子敷上去。然后今天呢，另外一个很棒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有双下巴的问题的话，你看今天就要用我们的 V 减速脸带啦。刚才那个是加，现在这个就是减哦。为什么它是减呢？因为呢，它就是可以就是大量的减少你的那个脸部的脂肪啊，然后呢，提拉你的这个脸部的肌肉之后呢，你的这个我们的说它的那个双下巴呢就可以即时减少了，是的，就得到改善了。我相信呢，很多的女生们呐，你知道吗？到了年纪一老的时候，你的皮肤啊真的很容易下垂。但是如果有这个，哇，你看它的那个弹力是非
常非常的好的，看到吗？这个就是水凝胶的那个部分，它也是用水凝胶的这个质地去做的。然后呢，无论你的脸有多大，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呢，它的这个拉扯力，它的伸弹性非常的好，所以呢，很简单的，你看就可以呢，把它呢这样子呢贴上去就 OK 了。其实我觉得说，如果你有双下巴的问题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困扰，到底我应该要怎么去解决它？你看今天这样子一个 V 剪的素脸蛋，这样子把它轻轻，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分隔线，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比较短的就在前面，比较厚的就在后面，然后呢就这样子贴上去就 OK 了，看到吗？拉啊！哎，真的，你看瞬间哦，好像把我们下巴这些赘肉呢，通通都给提拉起来。是的。而且呢，它非常有人性化，你看，它就是呢耳朵的那个沟哦，也是呢随着你这个脸部的一个大小都可以自由伸展的。那最厉害的是什么？它里面那一层亮亮的一个部分哦，其实就是呢我们平常哦，就是像去整容医院啊，我们要去打玻尿酸啊，还是呢我们要去进行的那些填充物啊，这些成分都包含在我们这个 V 减素脸带上。所以你看大家，你要加的地方就可以加，你要减的地方也就可以减了耶，对，对不对？那现在哦，你完全不用动刀，也不用打针，更不用吃药，你在家里美美的看着 CJ Wow Show， 看着电视机节目的时候哦，你就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变得像整容一样的漂亮，一样的自信哦，真的很厉害啊！而且呢，今天呢，我们一直说我们获了三项专利啊，包括是这个饱满的专利啦，然后有塑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塑形的专利啦。然后还有这个提拉的一个专利哦，所以呢每一项专利呢都是针对我们脸上的一个问题来做出发点的。而且你知道吗，口说无凭，我们现在马上就拿我们的测验报告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来，你看哦，现在呢我们有的就是 Q 加水凝胶的一个测试结果。首先呢我们有的是什么？改善我们额头皱纹的一个测验报告，只使用一次哦，你自己近看一下，这是我们额头的一个皱纹，有没有发现到？哎，这里哦，使用之后，额头的皱纹减少了之后，你没有看到的，那个毛孔哦也瞬间缩小了。哇、wow ！那是为什么？填充物都把我们的这个皱纹啊、毛孔啊给填充掉了，所以呢，你得到的是什么？更加平滑的一个额头。再来的就是呢，我们改善了我们表皮层的一个皱纹数量、范围以及深度，使用了4周之后，你看，这哦是我们的嘴角的部分，有没有看到？哇，红红的，然后呢？干燥，然后又裂开了的感觉，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你使用之后4个礼拜，完完全全你可以看到是红色的范围减少了，而且有没有看到红色的那个线哦，已经变短了，这代表什么？已经改善了呢它的这个范围。再来的就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呢就是改善了我们法令纹的一个皱纹数量、范围以及深度。那同样的哦，我们是用了4周，你有没有看得到这个深色的一个橘色哦，它的范围好大哦，代表我们法令纹呢是非常深的。但是使用之后有没有瞬间看得到减少了超多的耶？而且你只用了4周就可以看得到那么明显的一个效果，还不止哦，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增加我们皮肤的一个密度。那这个密度的方式哦，问一下大家，就是黑色的黑洞啊、有没有看得到很多，对不对？黑色的黑洞代表是什么？代表什么呢？空隙哦，你脸上的一个空隙，也就是说我们的脸皮肤之间的密度不够紧。对、okay ，但是你看这个瞬间黑色的空隙已经减少了，反而多的是什么？很多的一个白点，代表是什么？我们的皮肤水分也好，是我们的密度也好，都已经增加了、提拉了。哇、wow ！所以代表什么？我们的脸部哦，我们的所有的肌肤耶，也瞬间得到了提拉的一个效果。真的很棒哦！所以呢，加这一方面，就是说你应该要加的东西，比如说皮肤的密度啦，或者是饱满度啦，这些就要加。但是呢，脸上这个双下巴的部分就是要用减料，对不 对, 对？因为那边加了，这边就要减，因为我这边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好看嘛。你看看，你看用这个 V 减素脸带的测试效果、哦，那个下颌的肌肤呢，马上就可以获得提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使用之前，如果我们 zoom in 看一下哈、哦，你就会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圈圈，这边圈圈呢，使用之前呢，它是比较低的。但是在使用之后呢，马上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比较高了，所以呢，证明说你整个下颌的肌肤的那个紧实度已经是马上就提升了，所以真的很棒。而且呢，大家今天会觉得说，
哎呀，很多时候啊，我的这个肌肤啊，就是它会肿一点，对不对？所以呢，肿出来看到就会什么双下巴咯、哎、看到吗？这个部分。所以呢，你在使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吗？那个 V shape。马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双下巴的问题的，或者是你觉得说你的脸啊好像比较大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V 减速脸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改善双下巴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测试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使用之前你可以看到啊，这边哈好像连成一条线这样子，看到吗？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形状可言。可是呢，在用了之后呢，马上就已经是提升了，你也看不到说这一块就已经是减掉了，看到吗？所以呢，它马上这边就已经是提上来，就可以马上看到说你的整个下巴就已经是出来了。所以呢，在用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嘴角纹啊竟然也可以提升。 OK，这个红色的呢就是你那个皱纹，然后这个青色的呢就是你皱纹的一个深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皱纹是很长的，然后呢你的那个皱纹的深度是很深的，但是在用了我们的 V 减的塑脸带之后呢，你看这个皱纹马上就已经变短了，看到吗？两个比起来的话，然后我们青色也相对的减少了，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皱纹的深度已经是减少了。真的，我跟你说，我们拿这些实验报告出来给你看了、不是要吓大家，而是要给大家知道它真的是对于我们的脸部的肌肤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套组，请看一下哦。今天的套组有的就是呢我们的 ID 塑形面膜套组，是的，包括说什么呢？就包括了我们四套的这个Q 加的水凝胶，然后呢我们四片的 V 减速脸带，还不止哦，我们还要送给你东西。是的，还要再额外再送给大家的是呢我们的这个就是 V 减的一个塑脸带啦。那当然整个套组哦只需要多少钱呢？肯定不要眨眼，请看过来我们的现场。是的，你看看哦，因为这个产品呢在韩国卖的非常的好哦，所以呢其实它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你看原价是310令吉83，是，然后呢前售价呢我们是卖159令吉的，但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试到我们这个产品的好，所以呢我们再下到129令吉。129令吉，你想一下，你可以呢得到四套的这个 Q 加水凝胶，四片的这个塑脸带，再加送你四片的这个塑脸带，买四送四再送四，哇！到底要怎样购买呢？其实方式很简单，你不用飞去韩国喽，我们已经把它带来了 CJ Voucher， 所以大家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拨打热线，或者是上网购买，还可以额外获得58%的网购积分。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cjvoucher.com.my， 赶快抢购吧！哇哦 ，ID 塑形面膜套组，它是韩国的医美创举哦，塑形的保养品。没错没错，荣获了三项的一个专利，请看好。首先有的是饱满专利，刺激胶原新生，改善皱纹生成。再来二有的是塑形的一个专利喽，有的是改善双下巴的一个问题，以及提拉专利，让你的肌肤更加的紧实。是的，特殊的塑脸管理呀、可以打破保养的既定印象，因为呢它的 Q 加水凝胶可以帮助提升额头啦、眼角啦、卧蚕还有法令纹的饱满度，而 V 减的塑脸带呢，则是可以使到双下巴更加紧致哦，改善脸部线条，重现立体的轮廓。其实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服药，再来无需打针，无需动刀呢。是的，今天给你的超值套组就包括了我们的 Q 加水凝胶是四套的哦，然后 V 减的塑脸带是四片，而且呢，今天还要特别赠送给你价值88令吉83的四片的 V 减塑脸带。没错没错，市价可是需要310令吉80线，我们之前在 CG One Show 的售价是159令吉，但是今天直接帮你节省了181令吉80线，独家售价只需要129令吉而已。该加的加，该减的减，哎，多雕塑我们的轮廓呢不再是梦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浏览 www.cjworkshop.com.my。如果你上网订购的话呢，还可以额外获得58%的网购积分，也就是说下次你买东西哦，还可以再 discount 7令吉。大家不要再等待喽，赶快上网抢购吧！
在线中，别担心，只要下载 Cedar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浏览官方网站，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登录您的户口，选择您想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你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上网订购还可以获得额外5%的 Wow 积分，天天精彩，天天 Wow。其实现在我们每次看韩剧啊，都会很羡慕那些女主角 V 型的小脸，然后很饱满的额头，然后好像没有那种眼袋这样的嘞。真的，但是我跟你说，我刚从韩国回来，我真的发现到，你去到韩国的时候，你很容易可以看得到，哎，这么这个女生哦，鼻子是包着的、okay. 然后下巴又有这个绷带捆着的。其实，在那边呢，就是一个风潮啦，我觉得说，而且也是很普通的事情，整形。是的，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蜂拥而上去到韩国，为的就是什么？为的是让自己呢可以变得更加的漂亮。而且呢，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面膜套组呢，它是由这个韩国非常著名的 ID Hospital 哦，也就是 ID 整形的医院呢出来的。那大家都知道哦，很多人哦都是特地飞过去这个 ID 的 Hospital 来做一些我们的这个素脸的一个管理啦。而且呢，他们的医生哦，就是从2004年到现在呢，已经做了100万次，超过100万次的这个整形的这个手术哦。是的，所以大家你不要等待哦。为什么？可见今天他们推出的这个 ID 塑形面膜套组哦，对于女生来说，你不用动刀哎，你不用打针哎，你也不用吃药，你也可以变得更加的漂亮。是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40位哦，这整形医生啊，还有专人哦，联合开发的一个就是很棒的一个整形套组哦，应该不是说整形了，它是塑形的面膜。所以呢，今天呢，你把它戴上去之后呢，该加的加，该减的减，所以呢，什么都有了。真的，其实你也不用飞去韩国，你只需要现在坐在家里，对不对？拿起你的电话来，跟着我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或者上网到 www.cjworldshop.com.my， 女人们，你值得漂亮啊！塑形面膜套组，它是韩国医美的创举哦。这个塑形保养品今天是限量发售的。没错没错，再来看一下呢是什么？我们有荣获了3项的一个专利，饱满专利，刺激胶原新生，改善皱纹生成；再来有塑形专利，改善了双下巴的一个问题，以及提拉专利，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紧实。它这个特殊的塑脸管理啊，真的是可以打破大家一般的这个保养的既定印象啊！你看啊，我们的 Q 加水凝胶可以提升额头啦、眼角、卧蚕还有法令纹的饱满度，而 V 减塑脸带呢，则是使到下巴呢更加紧实。真的改善脸部的线条，重现立体轮廓，其实很简单而已，完全不用服药，不用打针，再来不用动刀哎！哇哦，真的是很棒哦！今天给你的超值套组，大家看好喽 ，Q 加水凝胶是4套的，然后 V 减塑脸带则是4片。是的，再来就是还要独家赠送给大家我们的 V 减塑脸带，价值88令吉80线哦。但是呢，你看看哦，一整个套组哦，今天只需要129令吉，所以呢，今天大家不要再等了，今天马上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或者是上到 www.cityworkshop.com.my。我们最容易长皱纹的部位是在哪里？哎呦，我跟你说，是在脸部，角对对，在我们的脸部，你知道为什么吗？细，眼角出来了，看到吗 ？No， 我的抬头纹出来了。I， 我这里的法令纹也出来了。乐，哈哈哈，你整脸的皱纹都出来了。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们的这些动作每一天都一直在持续。但是问一下你自己，你有好好的照顾好你脸部的肌肉、你脸部的肌肤吗？没有，我跟你说，现在你得救了，因为呢，我们有的是 IDQ 加的一个水凝胶，
我跟你说，这个水凝胶哦，就等于呢，我们上这一些可以算是整容院啊，我们的这个整形院呢，是他们把所有这些 filler 啦、collagen 啊，所有东西、哦、全部打在里面，对，所有这些填充物哦，都变成了100%的 hydrogel， 你有没有看得到？就是这样子 QQ 的一个感觉，哇、嗯， wow, 完全一点一滴都完全不浪费的，你就这样子把它给贴在你的手上，哎、欸，好贴服哦，它是超贴服的，对不对？真的，我们这样子把它给贴稳了之后呢，你可以感觉得到的是什么？它是非常贴服之余哦，你看它是咚咚咚，很有弹性，而且很光滑的。是的，因为哦，这个是我们就是整形医院的医生们呢、哦，就是奋力这样子研发出来，所以你任何的这个敏感性的肌肤都可以使用。真的，而且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呢它这个水凝胶哦真的是很 Q 弹哎，就不管呢我们放在我们的脸上啊，我们的额头上啊，其实久了之后你可以发现到，哎，怎么它好像越变越薄一样的。它到底跑去了哪里？它完完全全就速吸收在我们的额头上面了。是的，而且呢，除了我们的这个额头哦，就是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额头上面，增加我们的这个额头的饱满度之外呢，是它一 set 里面是有三片这样子的。除了我们的额头之外呢，星星再给大家看的呢，就是另外两片。是的，你看在很多地方哦。星星很快的就把它呢先放在我的额头上了。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还有多两片，这个呢是比较小的面积嘛，对不对？那这个小面积的话，我跟你说它有一定的一个弧度，那这个弧度哦，你可以照你自己的一个喜好。那现在哦，星星就想要呢把它给放在呢我的眼袋下、嗯、那我们看一下，我可以教大家，就从呢我们眼睛的这些鱼尾纹，然后呢再从我们的眼袋的部分，你看从这里哦，你鱼尾纹呢如果呢要减少的话，你就这样子贴在你的鱼尾纹下，如果你觉得你眼下的细纹比较多，你就贴在你眼下的细纹，或者是你觉得哎呦我的法令纹间好像特别的严重，我就这样子贴在我的法令纹，其实就那样的简单而已。而且呢它可以随着怎样我们自己的一个脸部的一个形状哦，你可以自己呢365度转啊，转到你觉得最贴合你脸型的那个位置为止。是的，所以呢今天呢那边呢就是加嘛，是的，是 Q 加所以呢它里面缺少的东西你要加进去，是，但是今天呢，今天呢如果是有双下巴困扰的朋友们请看过来，因为我们就是要减，对不对？是，所以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V 减速脸带啦。为什么它叫 V 减速脸带呢？因为我们就是要 V 型的脸，对不对？所以呢马上这样子打开它之后呢，你拿出来呢它就好像是一个绷带这样子。其实呢绷带呢这边里面呢打开之后呢，它还有一片这个就是 plastic， 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拿开，因为呢不要影响到它里面的水凝胶哦。所以呢我如果这样子稍微的拉扯一下，你看到吗？ Wow. 它是非常的有弹性的，所以无论说你今天的脸有多大，你都不用担心说，哎呀，可能不够包还是怎样的，都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这个弹性很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哦，这样子转过来就可以看到，里面也是这个水凝胶的质地，看到吗？所以这个水凝胶质地呢，也是100%呢，比起一般的面膜更加能够容易把我们的这个成分呢吸收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面去。那今天呢非常容易使用，因为我们这边有两个挂耳袋嘛，然后前面这边是有一个比较短的，比较应该说比较薄 的，然后这边呢是比较厚 的，是的，薄的就给它放在前面，然后厚的就把它给放在后面，然后呢这样子挂上去就 OK 了，哎，好方便哦！而且哦，你就不用担心说，我今天买回家，如果我脸大的话，我不能使用。我跟你说，你买回去哦，不管你脸大还是小的，它都是非常容易贴合的，因为呢，它的弹性非常的好。再来的就是里面亮亮的那一层哦，大家不要忘记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些 filler， 然后是我们的这些玻尿酸等等的这些非常贵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成分在里头。今天哦，直接在这个 ID。塑形面膜套组里头，再来的就是我跟你说，我们一直光说没有用，星星跟佳琪一直在家里哦，我们真的一直在用，因为我们觉得呢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显著。现在呢就直接要把我们的这个实验报告拿出来给大家看，真的不夸张，你看一下我们呢使用了一次哦，是可以看到呢改善了我们的这个额头皱纹的部分。再来，这是额头的皱纹的部分哦，有没有看得到很多的这些毛孔啊是非常粗大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些细纹。但是呢我在使用了一次之后有发现到吗？
细纹减少了之后，毛孔也减少了耶。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 filler 还有玻尿酸呢、啊，都已经补充进去了。还有的是什么？我们改善了我们的这个表皮层皱纹的一个数量、范围以及深度。你看一下嘴角很多红红的部位，代表干燥啦，代表什么？代表裂啦、裂痕啊，对不对？哎呦！但是现在你看，如果呢，使用了之后，我们使用了4周之后，有没有发现到那个红色的线条已经变短了？代表你干燥的部位哦，干燥的范围哦，已经减少了。所以你自己想看一下，4周就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效果。如果我持续使用下去的话，哇，不是更加的明显吗？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说，如果你在找一些很针对性的这个面膜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真的是180先来符合你。而且呢，如果你有双下巴的困扰的话，马上我们也是有测试的结果让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如果哎呀，这个好像就是我以前的双下巴这样子，看到吗？所以呢，就会可以看到说那个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下巴好像连在一起这样子哦。所以呢，如果今天要改善它的话，你看使用了之后，马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下巴就跑出来了，因为这个连接着下巴还有我们的颈项的部分呢，已经是减少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嘴角纹也可以获得提升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V 姐素脸蛋呢，也是可以有这个提升的一个效果、哦。这个嘴角纹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红的地方，红红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皱纹呐、啊。然后深青色的这个呢，就是说它的皱纹的一个深度。可以看到说这边的皱纹的深度是非常深的，然后呢这个发就是说这个皱纹是非常长的，但是在使用之后呢，皱纹立马就减少， OK 呢，可以看到比较短了，然后呢深青色的部分呢也是马上就减少了。是的，大家看看一下镜子吧，看看一下自己，还是呢你每次去喝茶的时候看看一下你身旁一起打太极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到哎呀彼此的这个皱纹怎么越来越多了呢？我跟你说，他们是你们的救星啊。你看今天的套组有的是我们的 Q 加水凝胶，还有的是呢我们的 V 减的素脸带，还要再送什么？还要再送额外的4片的，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 V 减的素脸带。这整个套组是足够让大家用2个星期，你一直持续使用2个星期，你已经可以看得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的。那再来，如果呢你要更加明显的效果的话，我跟你说，今天你一定要把2套给带回家。嗯，而且呢今天一套哦，真的那个价格不是盖的，是真的是超划算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哦市价哦在韩国是卖多少钱，大家可以看一下，310令吉83。之前我们在 CJ Workshop 是卖159令吉，但是呢，今天马上就要再给你更划算价格，129令吉而已。129令吉，今天你拿回去就犹如有手术过后一般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你不需要动刀，也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做担心说，哎呀，可能过后会怎样。不用担心，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或者是上到 www.cjworkshop.com.my。Ivy 塑形面膜套组，它是韩国的医美创举哦。今天这个塑形保养品是限量发售的，没错没错。再来看一下哦，它荣获了3项的专利哦。饱满专利刺激胶原新生，改善皱纹的生成；再来塑形专利改善了双下巴的一个问题；再来提拉专利让肌肤更加的紧实。哎，特殊的塑脸管理啊，打破保养的既定印象。我们的 Q 加水凝胶呢，可以提升额头啦、眼角啦、卧蚕还有法令纹的饱满度，而 V 减的塑脸带呢，可以让我们的下巴更加紧致。是的，改善脸部的线条，重现立体轮廓，其实就那样的简单，你完全不用。不用服药，不用打针，不用动刀哦。是的，更棒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给你的超值套组就包括我们的4套 Q 加水凝胶以及4片 V 减素脸带。没错没错，还要再独家赠送给大家4片的这个 V 减素脸带，价值88令吉80先哦。市价是310令吉83哎，但是今天马上可以省下181令吉80先，独家售价就在 CJ Workshop， 只需要129令吉。该加的加，该减的减。雕塑轮廓不再是梦啦，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www.cjworkshop.com.my 抢购。是的，因为上网订购的话更加划算，你可以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那下一次就可以换成7令吉来消费啦。电话占线中，
别担心，只要下载 Seed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浏览官方网站，只需要三个简单的步骤：登录您的户口，选择您想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你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上网订购还可以获得额外5%的 Wow 积分，天天精彩，天天 Wow。哇、wow, ，你看看我们那天去度假的时候呢，在这样子一个优美的地方，然后呢，哎，就帮大家一起做面膜了，对不对？真的，因为女生们哦，真的哦，不管呢你去到哪里哦，你真的要敷面膜到哪里，而且重点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面膜套组，你有没有发现到是与众不同的？为什么？它是 Hydrogel 100%水溶性高分子的这个面膜套组，哎，所以呢，它就更加容易呢把那个成分呢输入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面，皮肤的底下层呢，所以比起一般的面膜呢，它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只要看它的外形，你就知道说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面膜是很不一样的、啊、因为市面上一般的面膜是没有针对性的这个效果的。没错，所以呢，你看你发现到哎呀，我这鱼尾纹越来越多了，还是眼下的细纹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应该知道你是时候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了。你看哦，在使用我们的 ID 之前或者使用之后呢，按下去之后，之前呢按下去它很难这样子弹回来，松松的。对，然后呢你使用了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弹回来，因为它里面的弹性已经是增加了。是的，有没有看得到？只需要20分钟哦，你贴合了之后哦，其实你可以看得出，哇，皱纹已经平滑了很多。对，而且呢整个额头变饱满了。对，那是因为哦我们的这些玻尿酸呢，甚至我们这些填充物啊，已经很好的呢被吸收到我们的肌肤底层了。是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担心说，尤其是眼下，如果说你有这个眼袋的问题的话，就想说可能我要去打针一下，可是都很怕，因为在靠近眼睛的地方，对不对？是。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哎，就是 Q 加水凝胶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手术的一个效果。真的，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改善黑眼圈的一个问题哦。它除了眼睛的部分照顾到之外哦，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笑啊笑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法令纹，法令纹的问题也出来了，而且法令纹的问题哦，基本上是很难改善的。真的。除非去打针，除非去动刀，可是我都不敢啊。所以呢，今天我看到 ID 我就非常的开心，开心，因为终于有一款呢，哎，应该是说终于有这个整形医生知道说我们这种怕的人到底怕在哪里了。是的，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今天这款 ID 塑形面膜套组是由韩国知名的这个ID 的这个整容院呢所研发出来的。是的，而且呢，今天呢，除了加之外呢，我们还有减，就是呢加的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凝胶的部分，而减的部分呢就是我们 V 减的塑脸带。这个 V 减的塑脸带，如果你有双下巴的问题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就是紧实你的这个肌肤，然后减少你这个双下巴的问题。真的，套一句妈妈们经常说的啦，你绑一下绑一下绑久了齁、脸也会小掉啊，你明白那个道理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V 减的塑脸带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水凝胶哦，所以呢它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成分呢，可以呢达到我们这个提升的效果。没错没错。再来的是哦，这个呢 ID 的可以算是呢在韩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美容院。真的，你到韩国你问一下哦 ID 你知道吗？大家都会知道的。没错，因为哦它整栋建筑物哦超大一栋的，真的很醒目哎。然后再来哦，它从2004年哦已经就开始成立了，而且除此之外哦，他们的东西哦，他们也是一家获得韩国认证的一个医美院。是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们的产品啊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对，错了，因为呢这个是非常获得认证啊，而且是韩国的政府认证的一家医美院呢。所以呢今天呢记得你看一看，把我们的 Q 加给带回去，还有 V 减给带回去，只需要129令吉。没错，大家赶快哦拿起你的手机抢购吧，或者呢直接上网 www.cjworkshop.com.ly 把他们给带回家吧。推荐的就是 ID 塑形面膜套组啦，它是韩国的医美创举哦。今天的塑形保养品是限量发售的。是的，请看清楚哦，它
可荣获了三项的专利，饱满专利刺激胶原新生，改善皱纹生成，再来的是呢塑形专利，可以改善双下巴的一个问题，以及提拉专利，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紧致。是的，特殊的塑脸管理要打破你保养的既定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Q 加水凝胶可以帮助提升额头啦、眼角啦、卧蚕还有法令纹的饱满度，而 V 姐的塑脸带呢，则是可以让到你的双下巴更紧实。真的，有了它，你改善脸部的线条，重现立体轮廓，变得很简单。为什么？你完全不用涂药，不用打针，也不用动刀哎。是的，更棒的东西是什么？今天给大家的超值套组就包括我们的 Q 加水凝胶是四套啦，然后呢 V 姐的塑脸带是四片的。是的，再来的就是还要再独家赠送给大家的是额外的 V 姐塑脸带，价值88令吉80线，哎，市价是310令吉80线哦，但是就在 CJ Workshop 我们给你更棒的一个价格，129令吉而已。哇，也太棒了吧。说今天呢、你要去整形的话，大家都会想到说 OK 我就是要打针 OK， 因为呢打针呢就是很快速然后又方便，对不对？可是就是你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而且呢你看一下呢，如果打针的话呢，里面所有的那个成分呢都在这里，包括说填充物啦还是什么，然后呢最后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玻尿酸啦，因为非常非常的有效，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是通过针筒这样子打进去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要对不对？会害怕之余会疼痛，重点是价格肯定是很贵的。对呀、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呢 ，ID 不惜成本，为的呢就是推荐这个好产品给所有在看电视机的你们。我们把所有的成分哦，放在这三片的水凝胶上面了，而且我跟你说，这三片水凝胶哦，可是180%的 Hydrogel 水凝胶。哇、你可以发现到，哇怎么它跟一般的这一个面膜长得那么的不一样呢？好像我们那个仙草这样子、是的，很像果冻一样，对不 对？而且呢，它是很贴合的，你看我放在我的手上哦，完完全全的直接是怎样？哇，贴得紧紧的了，你没有看得到？而且重点是哦，你看。哇，你知道我们每次用面膜啊，就是要感觉嘞。我们要用面膜，就是要它越贴合越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它成分就更加容易输入到我们的那个肌肤的底层。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 Hydrogel 它就是呢，比一般面膜的布来的更加有效，把它输入到我们的肌肤里面。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久了之后哦，你可以慢慢的看得到它变薄了。为什么？它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营养成分哦，就好好的吸收在我们的皮肤里层了。我跟你说，它这个 Q 度哦，真的不是盖的。我再放来我的手指这里，你自己看一下，就这样子端庸端庸端庸的问的感觉。是的，那这个端庸端庸的感觉，就是要放在我们的额头上，让我们的额头重回怎样端庸端庸的那种感觉。是的，因为你知道啊，额头啊，就是有这个抬头纹呐、然后会有细纹呐、久了之后呢，就塌下去，其实很不好看。所以呢，今天呢，用了我们这个 Q 加水凝胶之后呢，是的，马上呢就可以有这个饱满的感觉哦。是，除了这一片我们放在额头上的一个水凝胶之外哦，我们还有另外的两片。那另外的两片的这个水凝胶，你不要忘记哦，它跟这个的材质一样。你看，我们贴了下去哦，马上就有弧度了，你有没有看得到？也就是说，我们贴久了之后，两个星期，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哇，我的额头的皱纹减少了，然后呢又有 Q 度了，有这个弧度了之外哦，我们鱼尾纹呐、甚至眼角细纹的部分就是长这样的。你看，哇，它也是这样子，有 Q 度 QQ 的感觉。端庸端庸的一个感觉，真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端端呢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是用了这个 hydrogel 的成分哦。我刚才已经不停的跟大家讲说 ，hydrogel 呢就是很棒很棒，把里面的成分呢就是可以输入到我们的皮肤里层的一个管道。而且佳琪我很喜欢呢，因为它除了这个鱼尾纹你可以放在这里之外，如果我眼下的细纹很多的话，我今天我可以选择放我眼下细纹这里，不然就是我笑的时候，哎呦，我的这个法令纹这里。我也可以好好这样子给它这样粘一下就搞定了，真的好方便哦。所以今天呢，它是有三层不同的这个功能哦。
就是你可以放在法令纹啊，可以放在我们的眼角下啦，也可以放在我们的鱼尾纹那边的。更棒的东西什么？那边是加，因为要加东西进去。但是呢，现在是要剪了，因为我们有双下巴。你看我们这个 V 剪的素脸带一打开之后呢，它就是好像一个，就是我们说好像。怎样讲啊？好像整形的过后哦，要把它这样子粘起来，对不对？绷带的感觉没有哦。其实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绷带呢，很容易这样子一拉，哇，好有弹性哦，是不是？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说，如果你今天你的脸啊是可能比较大型的，或者是你就会说比较麻烦的话，就可以把它戴上去。可是呢，你看这边呢也是有我们这个水凝胶的这个部分、哦，亮亮的部分的时候呢，就是满满的这些 filler 啊，还有满满的这些可以算是我们玻尿酸等等的一个成分在里头。嗯、而且你看，其实使用啊非常的简单，只要呢这样子嗖上去，哇，整个脸啊变成 V 脸了。而且你有没有看得到下方的这个双下巴的部位啊，就好好的把它给绑起来呀、啊。对不对？绑久了之后，你的 V 脸就出来了，其实就是那样简单而已。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而且它是整个包裹了整个的脸的部分、下巴的部分哦，你不用担心说可能会漏到你的那个我们的脸啊、后面啊，还是怎样的，因为呢，它的包覆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今天呢，有加当然也叫有减哦，因为呢，我们照顾你整个脸、整个脸方面的一些问题哦。是的，再来的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哦，他们是你们的救星呐、啊！你看有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 Q 加水凝胶一盒，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 V 减素脸带一盒，额外的哦 ID 很好哦，还要再送给我们多四片的 V 减素脸带，整个套组真的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几片呢？是的，就包括我们四套哦 ，Q 加的水凝胶，这是一套一套一套，全部有四套。然后呢，再有四片的我们的 V 减的素脸带，然后呢，再送给你四片我们的 V 减素脸带，全部只需要多少钱？请看一下，你们哦，不用300多令吉，也不用3000多令吉去进行的这个整容啊、素脸的一个部分，今天太夸张了吧？只需要多少钱？129令吉而已。我跟你说，我跟佳琪哦，在之前哦，159令吉的时候已经给他买下去了，很多套了。今天只需要129令吉，你们真的赶快好好的呢，把一整年的量哦，好好的囤在呢家里哦，肯定是最聪明的一个动作。如果你今天没有买的话，你是不是要飞去韩国来买呢？而且在韩国买的话呢，哎呀，很贵啊，就是其实已经是 double 的钱了，因为它是要300多令吉的。所以今天呢，在 CJBOW SHOP 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那是为什么呢？要让大家尝试到它的好啊。是，问一下大家好了啦，女人们每天在家哦，早上起来就是要准备孩子的早餐，洗衣煮饭扫地，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给家人吃得更好。但是我问你哦，你忙了一整天，你有好好疼爱自己吗？如果今天哦，给自己20分钟，好好的坐下来 relax 一下，不过分嘛，对不对？是的，女人你就是要好好的疼爱自己，这样你老公、你男朋友才会更爱你呀、啊。是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支持了，记得拨打电话或者上网来抢购啦，天天精彩，天天旺，拜拜，继续拨打电话啦。